好，欢迎收看道教之音访谈栏目。今天做客道教之音的是武当三峰派第十四代大弟子钟云龙道长。钟道长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武当自三峰祖师以来，不仅在这个道教界乃至整个宗教界武术界，他都是有了很高的声誉。您能否给我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武当功夫的这个发展历程？这个功夫其实这个道教里面它本身就是修炼，道教里面修炼本来是功夫，当然都有武术了，所以现在我们传承下来的功夫体系都是张三丰所创的这个太极拳系里面的一些武术，但是这个道教的功夫其实由来已久了啊。然后你看我们现在还保留的有一些很古老的功法里面，它也类似于武术的，你像八段锦，那道教八仙汉钟离啊，这吕洞宾啊，这些它都是会功夫的。然后包括以后的你像那个王重阳丘处机这些都会功夫的啊。然后还有那个陈坛老祖啊，他们陈坛老祖都是功夫非常好的。当然张三丰祖师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武术技击和道教的养生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那个在他师爷陈坛老祖的无极头的基础上，他有所发展，他创了这个太极拳。太极拳、武当拳，这个太极拳就是他创出来这么一个拳系。主要是从张三丰祖师创太极以来，他这个文化是要受到道教的这个所有这个修炼界的这个热爱，因为他这种修炼的方式很特别。道教过去打坐练功啊，就是打坐练功，有些前辈们会练拳的，有些会，有些不会。他张三丰了之后，他成了一个文化一个体系，有静有坐的，有静的，有动的，有动静结合的。有这种修理方式，所以备受欢迎。然后他在里面有什么好处呢？那过去是如果静坐直击这个道教这个修炼内丹呀，打坐就我们称为内丹术啊，直击坚持修炼内丹，他很容易去邪一个什么呢？那个如果是做的不很好，那个基础做基功做的不好，他可能走入空网，他坐到那里，坐着空网，因为你看到坐到那里，他不是光拳坐的，他是在练功的。一个单拳是光坐在那里坐多少年都没有用。对，那就坐在那里，如果没有那个修炼意识啊，没有那个练功夫的那些里面内在的这个气血运动啊，他就是没有用的。然后甚至坐那踩口水，那就叫我们道教就不再叫坐着空网了。他很多这个过去老道长啊，修炼一辈子，他自己认为自己功夫很好，其实他是没有练功，他就是静了一静，静养一下，他没练。那张三丰祖师知道这一，因为他也是自幼与这个道教机缘，有自幼有这个武术的这个背景，热爱武术的背景，也爱好武术，一直在研习这，然后他有跟这个道教有这个渊源，他对武术和道教的这个修炼文化，道教所有这文化他非常有研究，他知道他的弊端，然后他就创了这个太极拳，叫坐一坐，动一动，动一动，坐一坐，动静结合，内外双修，这样呢他就比较安全，也很稳的，很安全的这么这个修持方式，所以备受这个道教的这个热爱。从张三丰祖师创了太极拳以后，特别在武当山，那叫代，而且的武当山的明代张三丰出现以后，明代的你看我们的大庙都允禄皇帝修的嘛，然后明代武当山就成了明朝皇帝的这个家庙，皇室家庙，修了那么大的全国最大的道教古建筑群。他当时这个道人也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普及路的，武当山突然一下从可能是几百人修炼的一个地方，突然来了上万人修炼啊，然后他的管理体系啊什么东西都发生了变化，然后他在里面就要到全国各地的一些高道都来了嘛，他要七体收头，七体全教，包括这个这么大的庙观皇室家庙嘛，他要去保护这个公关的这个安全，一些达官贵人来要保护他的安全，所以他也形成了一些特别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格局和这个或许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和别的宗教没有的，而且他要
专门保护的这个庙观的这练武的，是吧？现在怎么说称为武道人，对，过去也称为道兵，很早之前这个道就有道兵，对，他有道兵，道兵以后他就有气体训练，所以长了明大大学武当了以后，张沙峰祖师的这个太极这个权利啊，不但是所有潜规道教的这些道友们已经接受了，特别在武当山这个全程上，它已成为一个格式了，一个定居了。而且那么多庙，前山它有一个道宗，的道宗是中国道教里面很独特的一个教字，别的庙都没有的，因为道教跟佛教都是一样的嘛，方丈，是吧？下面的八大支事，没有道宗。他这个总是总督的总，所以他是有兵权的，他相当于是个直隶总督，对，然后最多的时候武当山有道兵，听老道长他们讲的说最多的时候有5000道兵，这5000道兵是护就保护武当山这些庙宇的或这些信徒来的他的安全的，所以他即使道兵他就得训练，所以要把张三丰祖师的太极拳这个理论这个文化就作为一个训练的一个手段，训练道兵的一个手段，所以道友们自己打坐啊练功啊练练太极拳缓慢运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持方式嘛，动静结合修持，却此外呢跟着道兵他是作为就是一个训练的手段，然后他的全程你看道长前山的道总培养的各个庙观的这些八大支事也有培养道众，道众里面说他的管理武当山，其实这个民举啊这个协举啊就从明代就开始了，所以这个道众是前沙道众协举产生的，八大支事也是协举产生的，他就根据他的这个道教的修养讲经说法呀，根据他的个人的这个功夫造教，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修炼白学功夫啊，这些都有影响的。所以当武当明代以后，武当山的武术传承它是一个制度，它形成了一个制度，一代一代的都有人负责。我刚才讲了道种下面它还有一个职务是督宇的，别的没有，别的所有宗教道教人妇女都没有的，它有一个叫教师现在就叫教练，他过去叫教头的，专门训练这些道兵的，对，所以武当武术在武当山就几百年的传承一直是没有停过。当然到明朝晚期了，道兵这个东西就没有了，道兵的就已经就不存在了。但是说武当山是个大山区啊，过去这老道长经常跟我们讲，这个山贼土匪也很多啊。他保护庙观本身到明代的时候，他就有练武有道兵的这个习惯。他也在训练，虽然没有道兵这个体制了，他也在训练这个道人。每一个道长他的徒弟，他都会训练。然后他这个年轻道人们都在一起，也还有教师也在集体练功，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这个开放以后，武当道教开放以后，我们的这个。第一任的这个道教协会成立了以后啊，武当道教的第一个这个教师还是保持了过去老的那个名称的，就教师郭高一道长，就是我们武当山道教的教师，我就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对吧？当然老道长老了，年纪大了，到88年之后他们都80-90岁了，他就不想再教了，因为每天他早晚都带着大家一起练，他是形成制度的嘛，必须练功的，然后就我是继任了他的他那个教师之职，当然我们把名称改成总教练了，哎，所以武当山武术的传承从张沙峰之后，一直在各个庙观里面，对，一直在传承传播，一直都在延续的。就是说现在是我们的三峰祖师，他是一个集大成者，然后现在这个武术的传承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了。那么就是现在在咱们民间也有很多人在练太极拳，就是中老年人就是有太极拳太极剑，是一种就是强身健体这种方法。那您怎么看就是这个武当太极和民间的这种太极的这种差异？这个太极拳是创于张三丰祖师，这个是大家都，这我们也自学有记载的，大家都认可的。
啊，它是道教，它是结合了武术和道教的这个中医、道教的那个内丹啊，或者道家的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啊，它是他们的这一个衍生出来的这个文化，啊，在道教里面，当然大家更重视修炼，然后这个太极拳传到名家以后，那张三丰祖师他这个道人嘛，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术家弟子嘛。也是很正常，传到名家以后，名家的这些他不是出家人，他可能有些东西就给省略了，他可能就不会去重视了，再加上有些呢他的环境也不适合他去重视，我觉得道人他是代表自己在那个很好的环境中，他可能终身就是以这为事业的，他去研习太极拳，他练什么呢？太极拳的功夫，太极拳他道教里面的这个太极和现在名家的太极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名家的这个太极就把它作为一种武术的技击手段，啊，他就是才就吸收了他什么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啊这些什么后发先至，他的技击手段，他很重视。但是真正去培养这个能量，去开发人体的这些功能的这些东西。他们就可能也没有那个不去配那个去那个延续的条件了。那我们在讲心命双修啊，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化虚合道，对，有固养人生三宝精气神，只要是精气神能转化，对不对？精化为气，气化为神，对不对？说炼神化虚，化虚合道，最高的境界是进入一个精神领域，开发人体里面的潜在的这些功能。哎，这些能量，就培养这些能量，开发这些潜在的这些功能，对，这就是道教修炼太极也好，修炼这个内丹也好，它的那个这个根本的这个追求。但是像这些要到名家去，他没办法的，他那个那事物收拾那么多，对不对？收拾那么多，首先太极这是一种静态功法嘛，我们他也首先它是由无极、太极和两仪组成的。无极就是一种静态功夫，就是培养练精练那个修炼精气神的，修炼精气神通那个任督二脉，通十二经络，对吧？若十二经络连中五脏六腑的嘛，若是锻炼那缓慢的运动，锻炼人体的这个几大关节，对，这就是达到健康。这是一个，还有个它很重要的是练精化气，练十二经络。五脏六腑所需要的这些物质，对吧？四经络里面的这些东西，它是炼精化气，炼精化神，这是根本的东西，对吧？我们那个你看就俗话说气力气力嘛，就它武术单纯从武术来说，有气有力，不管内外家，内家的功夫是什么？功夫就是内精气神，对，所以他又具备一个什么条件呢？他是用自身的能量去修炼自身的物质，炼精化气，它不是炼我们这个力气、中气，它是炼肾气。肾气是那个这个这个就是那个精化为气，气化为肾，那为肾气。如果炼中气了，使劲鼓胀啊，产生的热量，这就叫中气。它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它那个肾气的修炼就是一定要静。静极生动，物极必反，才能产生真阳真气，达到了炼精化气的效果，对那个气，炼精化气，气是通经络的，走任督二脉，小周天、大周天，通十二经络，若是五脏六腑的功能得到了那个优化，然后再练得很好，炼精化气，有气有力，功夫很好，炼气化神，智力很高，有精气神很，这个很饱满，这个。那个体内的能量非常好，它在身体里面，它通过这个运行的这个精气神，大小周天呐、虎彻渊厥的运行的这些方法，然后它能开发人体里面没有被开发出来的功能，这是重要的。所以这些东西呢，你去单纯一个静下来，到名家里面它就很困难，对吧？有些修炼家他是企业家，他整天在想着怎么赚钱，他哪有心思静下来？就我们一打坐，那个道人一打坐，那个丘处机、龙门七斩，那个达摩祖师面壁九年，那一坐了好多年，他就不动的。那叫他这些企业家就不行，叫他现在养家糊口的那几年不去干活，他家里人就没人养了，他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再加上拖家带口的，他精神保养就不足。
对，所以他就只能把太极拳作为一种积极手段。他吸收他的这个长处是什么呢？是巧妙的积极方法手段，四两拨千斤，对不对？这个人的这个重心是你力点，是你失去平衡，把你的力点，对不对？转移重心，他就学会这些技巧动作。所以道教的这个太极和民间的太极，一个它环境不同，然后它的可能传承也是传承出去了以后，它环境不同，它重视的这个，它认识的角度就不同，对吧？然后在道教里面重视内在的修炼，民间里面重视它积极的手段，然后时间长了就形成了可能要根本上的一些区别了。所以目前最起码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太极拳来说，太极拳在中国的太极拳现在有很多流派的，陈氏、杨氏、武氏、申氏、何氏很多。当然来说，它是都源于武当太极拳。目前在这个动作的基本动作上来说呢，没有太大的差异。那除了陈氏太极拳。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武当太极拳它是在风格上它是有三层修炼的方法的，武技就练内丹的，静打坐练内气的啊，然后那个啊，然后这个它是练那个练净化气的，那个武技太那个两仪太极。太极那个两仪是什么东西呢？那个我们那个到今天讲阴阳合合为太极，分开为两仪，对不对？这个两仪阴阳是分开阴阳，在那个武术里面叫什么呢？叫刚和柔，快和慢。练手要生发破的，就是练积极的手段的拳法，练爆发力，突然一下子把那个爆发很强的，练这个手要生发破的这些拳法，我们把它称为两仪，因为它阴阳分开的。刚就是刚，柔就是柔，快就是快，慢就慢，都看得出来的。那么把这个积极的手段练好了，把这个精气神的这个转化和开发，人体能量练好了，那就无极了。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太极，对不对？把那个内丹和拳法、手段和功法结合在一起，就太极。所以武当太极它就叫这三个成分组成的，三个元素组成的，那么这就是武技、太极和两仪。那两仪拳是什么？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叫太极拳，就是普遍练的那个。你看到这个行云流水，绵绵不断，对吧？看到那个外柔内刚，就是太极拳。然后你像那个陈氏太极拳，他练一些阳刚很爆发的东西，那在道教里面称为两仪拳，像他的练。所以我们现在，我这个话可能说的有些人他不愿意爱练太极，特别城市的像他们不爱听的。我认为他们现在是他们是固得其一，固得这个太极拳原理啊，张三丰祖师这个太极里面太极之法里面固得了其一，可能他的性格可能传承得到，他的性格刚猛一点，就像我们这些学生们那个性格比较柔一点的，他喜欢练太极拳，喜欢很慢的拳。那性格很阳刚的，他就喜欢练得很快的拳，很爆发的拳，对吧？而且他这都叫太极，因为都是太极是只是阴阳，他们两仪，他也我们称为太极长拳的，太极拳才是太极的这个拳，太极拳的功法称为这个无极啊。若现在呢，他们可能是我认为传承的过程中，他们是可能是。不全，你看杨氏啊，或者武氏这些，他完全是太极，他没有积极，没有那个爆发力、积极的这些手段。然后陈氏，他没有那个修心养性的东西，他光练积极，练爆发力，他没有修心养性呢、没有这些道家的这个思想，他没有。所以他在这个目前形状来看，在民间的太极拳，他是各得一发，各得其中一个。那在我们武当的这个太极拳里面，它就这三种东西必须是三种，无极、太极和两仪，它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太极拳的这个组成部分，就太极文化，张三丰祖师太极文化的这个组成部分。它如果分开了，它你不练两仪拳，你练太极拳你就不会积极，你练太极拳的人就给高山打的，他就不会打，对不对？
你如果光只练两仪不练太极的人，他就不懂得修心养性，对吧？如果他们这两个练，他不练无极，他就根本那个练内在的人体的能量培养，他就不会，他就没有。所以真正的武当太极拳下道教的这个武当，特别是在武当山这个一直在庙里面传承的太极拳，它叫做无极太极和两仪，这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是太极拳不是一个拳种，是一个拳系。到名家的太极拳，它就变成了一个拳种了，它就变成了一个拳种了，它就是一样，这是它的区别。也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武当的太极和民间的太极最大的差异，首先呢是一个环境问题，然后是一个民间的人就是无法体会那种静的感觉，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民间的太极把武当的精髓只是各得其一，然后不能就是深刻的去挖掘到它真正的内涵的东西。然后这也就让我想到您那个是不是当时也就是为了去体会那种静的感觉，然后才会在我们这个武当武术馆就是还非常红火的时候，让您选择去那个武龙宫后面的那个山洞中去修行。然后您能否给我们去聊，就是讲一下当时那种修行生活？其实我自己呀，刚来武当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来出家的时候，我其实对道教不了解，我就是武术迷，就是热爱武术，而且那是一种争强好胜的这个武术的这种决斗心理，就是像原那个搏击的时候，竞技技巧，力气、速度，对不对？爆发力，所有身法步骤练得起。然后来武当山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道家的这个武术啊，它不仅仅是下于技击，不是这种力量，我们本身这个肌肉啊、骨骼的这种资源得到利用，它更可贵的是，它可以开发你现在还没有开发出来的东西，在其中就包括力量，对吧？我们的这个精气神的气，包括智慧，我们精气神的神，它可以开发潜在的这个功能。现在不是很多专家都有这么一种理论吗？像我们人体被开发出来、利用出来、被开发出来、利用的这个功能，仅只是你的5%，或许甚至于更小2%，还有95%到98%没有被开发出来的。那么道教它的功法、它的理论，其实与这里千百年来它是吻合的。它认为人体有大多的功能，有大量的功能没有被开发出来的，那么道教修炼就是为了开发这些功能。如果是武术，它能量它会抽长；如果是智慧，它那个灵感它能抽长，便不知道它能知道，便达不到它能达到。这就是武术进入道教的时候，我对武术的认识提升了。技击是一个很潜伏的东西，有限的，人的这个肌肉骨骼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是那个样，再没法提升了，对不对？那么再有提升怎么办呢？那只有是能量。培养能量在我们人体里面表现出来的就是精气神，它使你的力量、速度，对，能发挥超常的作用。所以我们以后就认识到，你过去的踢沙包啊、打木桩啊、什么做这些技击，练这个体发速度、力量啊，练这个手眼身法步骤快，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没法再就突破了。所以本身我就觉得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化虚、化虚合道，这个是个没有止境的东西，它可以持续的发展，就不断的去开发。所以我们练功夫不能仅下于这个拳脚，不能仅下于这个肌肉和骨骼的这个开发、这个利用。所以我就想，真正的功夫还是在后面。就刚才我讲了，他们要去开发这些功能呢，它需要具备一个条件，就是静养。我们的心命上修啊，是修心养性，对不对？心诚气诚，日后才把能量集中，日后才可以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化虚、化虚合道，才可能去，就像我们烧开水一样，把火能集中，你才可能把那个火的水烧开。如果能量分散的身体四肢到处都是散，你的能量不集中，你没有用，
就是打坐的人就知道，他有个能量不集中，他打坐他丹田不会发热，他没有火，他到处都发热，就丹田不发热，那么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去那里就是为了提升。我觉得这个道教功夫的练习，这是一个过程，必须要去，而且这是一个，应该是像我们现在还是做的不够的，本来就是到这些回归自然，去修心养性呢、啊，这是一种无下的开发，这种无下的开发是需要持久性的。当然，如果是短时间的开发，也能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像我们的那几年在那个山洞里面修心养性，那是自己也感觉体力啊、体能的恢复非常快。我那也就是大量的时间是打坐，小量的时间才运动，就那体能恢复非常快。那么现在出来这几年一耗费，又感觉到耗费了很多。所以说，那只是去山洞的修炼，那本来是我们应该去。那武术只是我们一个入门的功夫，我们更高的境界就开发，刚才说开发人的这些潜能，达到一个什么境界？达到一种长生久世的境界，对，达到一个天地这个灵气，我们要达到天人合一的这个境界，这才是道教的这个最高的这个追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向最高的追求去进化，去前进，去迈步。对，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你看，这个21世纪，高科技时期、信息时期，所以这些高科技的东西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坐在一起谈的话，大家都提出来一个谁都听得懂的，就亚健康。它也不是什么病，它就是工作环境所造成的，它也可能会成为病。对不对？哎，潜伏。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道教嘛，济世度人，就是为社会做贡献的。我们掌握了这些文化，被做我了说武当曾经是这个，但现场我们没有在道教里面担任职务了，我们是这个三峰派的这个权人，武当武术的这个养生文化的权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文化传播到社会上去，让大家受益，与这个众生共同分享，这是祖师爷的这个恩泽，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只顾自己不顾其他的，这种功德心就缺乏了，对吧？所以我们这个道教啊，老子说生命得道，事物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对，我们也要的功德心，还也要为这个社会这个服务的这个思想。所以就像我们现在不能去想去进修，在那里面去静养啊，修心养性，我们就环境觉得我们还应该做一点什么，回归社会，回归社会啊。那当然我不可能就是我自己长期当大学生，所以我这个地方就是培训教练，我不去，我不可能就为所有人去跟他搞培训，但是我培训一些教练，对不对？我一个人如果能带1000个人，那也仅止1000个人。我带回去20，我现在是20个教练，一人带100个人，他就2000人；一人带1000个人，他就那就多了。然后他再去培养他的教练，这样传播，这个得社会普遍的去共同分享，他可能就会更有利于这个发展，有利于这个文化的这个共同分享的这种思想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就再回到这来，唱吧这个会馆就是培训教练，这是个教练培训基地，对。然后也想，当然迟早回归自然呢、啊。我们的山洞现在就放着锁了门的嘛。我曾经是那个中央电视台记者，我就是个道人，回归自然就是我应该走的路，对，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去修心养性，现在太极这东西大家都可以做，那么我们走了这个路，我们对它有更高的了解和认识，我们要去进一步的去修炼，对不对？可能我们去修炼比较容易一些。就那年轻的他去修炼，他也心静不下来，可能就没有我们这么容易产生成果。所以我们做了多长时间之后，这也交给他们去做，然后我们再去研发后面他们不可能去研发的东西，对，去做，去研发出更多的成果，他对社会就有更大的贡献。哎，这是将来我这里也会不会太久的，会馆也不会太久的。我还是会回到山洞里去，哎。
对，钟大长，也就是说，您的整个修炼也这个，练武的这个整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的从入世出世的一个交替的过程，然后就是最终，也就是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帮助，能就是造福一些事情。然后，那您对就是弟子们，就是也就是后人，就是有什么告诫或者说是忠告吧？我是刚才说了嘛，我是从开始走武术进入道教，慢慢的了解道教，研究道教的文化。认识了自己该走的这个路，才明白了自己的方向。那么同时呢，他这里面呢，我也对我们这些学生哈，是所有这个热爱武术、传播这个养生文化的这些同仁大德啊，我都有一直都有这种思想，希望大家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传播传统的文化，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机会啊，获取别人的利益。伤破坏别人的利益，自己获得利益，我觉得这种思想是不道德的思想。我希望大家既要为社会做了贡献，自己也能做出一些的道德的这个事迹过来，就我们道教叫功德心啊，我们也有功德心，觉得也应该有责任心。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传播这个养生文化的人很多，有些他可能不是很太了解的，因为大家需求多，有市场有利益，他就去做。当然这也不是坏事，希望呢真正也很简单，去传播养生文化是很简单的，你去学习正统的，因为正统的这功法都千百年了，大家都通过研究通过验证的，它是对这个人们的健康有帮助的。比如像太极养生运动、缓慢的运动，它就对挂机经络去，对太大的这个强健就有帮助，对人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它就有帮助，这种放松啊、静一静啊，对身心健康的帮助，他也去学习一些正统的功法去传播，这照样是能做到功德。不，现实生活中它照样有很大的意义。也这是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应该要有责任心、有功德心，去很好的传播这个道教文化。我觉得有功德心嘛，天下事是吧？有德者居之，你只要有这份道德的这个有道德观念，有这份功德心，他自然也就会得到回报。也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后来的这些人们能够有一种以一种功德心的这种心态去修道、去练武，他都是会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会有帮助的，是吗？这个传播这个文化嘛，本来就不别叫人家养生，就害怕人家身体出现问题，加剧别人的痛苦，这首先是个慈悲心。对，一定要有慈悲心，他要给我传播这个文化，一定要有责任心，不能你会了不去保守，不给别人会，不让别人分享，这也是不对的。这是一个，要有功德心，对，要有责任心，要有慈悲心，如果是这样做，有这个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思想啊，他去传播这个文化，他就会非常容易，他自己也会做得好，会做得大。行，非常感谢我们的钟云龙道长能做客我们的道教之音，接受我们采访。